如今已经入学三年，我的修为却仅仅是炼体二重，若再无突破，学期末定会被逐出五殿，一辈子沦为最低等的平民。不，我不能被逐出五殿。你们要干什么？外面有人，给我让开。这是刘雨欣的声音。刘雨欣，我都追了你两个月了。张浩，我再说一遍，我对你没兴趣。别装这么高冷，给个机会嘛。快给我让开。连我这炼体四重境的强者你都不肯赏脸？打开你的脏手，你要是敢对我怎么样，我柳家不会放过你的。柳家？别人怕你柳家，我们张家不怕。你小子们，我把他绑了带走。是。住手。这里还有其他人。原来是咱们的吊车尾啊。听说这家伙暗恋刘雨欣，试着想英雄救美啊。是罗修，怎么是他？你们快放了柳师姐。一个炼体二重的废物也敢多管闲事。李海，让他知道知道多管闲事的下场。是，小废物，让小爷我看看你能接下几拳。就这也敢学别人英雄救美？你这种废物，学期末就会被逐出五殿，一辈子只能做低等贱民。你这辈子就在最底层待着吧。你柳师姐嘛，就不劳你费心了。张浩，你给我放了刘雨欣！还敢还手？今天就让你长长记性！不知好歹。哟呵，你个贱骨头还挺硬，我今天倒要看你能接我几下。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私下斗殴，觉得自己修为够了是不是？有这点时间不管去修炼。是王长老，算你们走运。我们走。你二人也离去吧。那个，多谢了。罗修啊罗修，你暗恋了他三年，唯一一次鼓起勇气站出来，结果就是这。恐怕今天就是被张浩给废了，他转头也会忘记这事吧。你这个可怜的。这里是什么地方？在哪里啊？轮回珠，生命脉络图，这都是些什么？这些信息，莫非是那颗珠子带给我的？但这轮回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它不是父亲当年在山里捡来的一颗普通珠子吗？为什么会？有几处脉络比较暗淡，好像是方才被张浩打伤的地方。似乎只要运转内气，修复生命脉络途中暗淡的地方，就可以恢复伤势。试试吧。根据我从珠子里得到的信息来看，不光可以修复伤势，还能根据生命脉络图来改良我所学的低级功法。成功了。现在我的命运已经改变了，如果不是我的修为太低，估计能做到更多。哎，那不是罗修吗？他不是昨天被张浩带人给打得昏迷不醒吗？听说是这小子喜欢刘雨欣，看到张浩纠缠雨欣，所以冲上去英雄救美呢。哼，就他一个贱民出身的穷小子而已，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刘雨欣可是柳家的千金小姐，怎么可能看上这种贱民呢？不知天高地厚。功法既然可以改良，
武技也是内气运行的一种方式，不知是否也可以进行提升改进。果然，武技也是可以通过生命脉络图的推演来进行改良。这可是黑铁木打造的，最起码要炼体四重才能破坏，可我明明还只有二重。功法和武技改良提升后，我的实力竟是提升了这么多。让开让开让开，一个个都眼睛瞎了，没看到张少来了。哟呵，你这贱民废物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这是昨天没被打够吗？来跪下，像野狗一样绕着这里爬三圈，再回来把本少爷的鞋子舔干净，否则本大爷今天就再揍你一顿。来跪下，像野狗一样绕着这里爬三圈，再回来把本少爷的鞋子舔干净，否则本大爷今天就再揍你一顿。什么哑巴了？张少跟你说话的你没听见？你这见人就咬，狗嘴吐不出象牙，你这种家伙说你是走狗，你侮辱了狗。竟然敢动手打我的人，今天你完了，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让你这废物见识一下我的三体武技铁鹰爪。张可你可就是废物，今天就让你尝尝被废物锤爆的滋味。不知天高地厚，你以为我是刚才那个蠢货能比的吗？不知好歹的是你。我的手，这是怎么回事？张浩竟然被罗修打退了。生死两极期不但改良我功法，让我战力提升，更是分成生与死两极之气。生之气可以滋养修复生命脉络，提升肉体强度，而死之气则可以损伤破坏生命脉，增强功法威力。你敢？此战我几乎立于不败之地。妈呀，我没看错吧？这个人真的是罗修，他把李海、张浩都给打倒了。从来都是他们揍别人。小畜生，你敢打我？你完蛋了！这种贱民，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威胁我？看来是我下手还不够重。这张浩仗着家境优越、嚣张惯了，肯定会报复我。不过，只要我的修为实力迅速提升上来，势必会得到武殿的重视和培养。到时候就算是张家，也不敢跟武殿对着干。整个云龙郡谁都知道，各大城池中的武殿背后是逍遥门。这怎么可能？张浩可是炼体四重，淬金炼骨，好像罗修两招就打倒了张浩。不过是打败了区区一个张浩而已，我不能因此就骄傲自满。没记错的话，张浩有一个炼体七重，在武殿终极般的哥哥，所以才如此嚣张跋扈。那家伙知道今天的事情后，肯定会来找我报复。但碍于武殿规定，他肯定不敢硬闯学生的住处，只要我躲着，他也拿我没办法。但我不可能一直躲着，得赶紧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行。再过三个月，一年一度的考核也要开始了，抓紧时间修炼吧。剑种，你终于敢出来了。哪来的狗在这里乱咬人？你敢骂我？你就是张浩的哥哥张海吧？你弟弟被他口中的废物打败，狠狠地踩在脚下，像条狗一样。身为他的哥哥，你果然也是条狗。罗修，逆气外放至少是炼体七重的武统，不愧是炼体七重，无论是速度力量都要比我强了许多。竟然没倒下，
你这贱民能打上我那不成器的弟弟，看来果然有些本事。武丁有规矩，不可伤及性命。你废我弟弟双手，那我便废你四肢，将你的肋骨尽数打断。炼体七重境果然棘手，但我可以直接损伤他生命脉络，倒也不是不可一战。那人不是张海吗？这是替他弟张浩出气来了吧？看样子他已经突破炼体七重了。啊，那都有资格进入藏书阁选三品武学了吧？罗修出来了，张海可等了他半天，有好戏看喽。嘿嘿，是啊，等我废了你，再带武丁将你逐出，到时我张家想拿捏你，就像是喝水一样轻松。给我住手！陆老师，见过陆老师。你叫张海对吧？身为中级班炼体七重的武徒，却跑到初级班来耀武扬威、恃强凌弱，岂是一个练武之人所为？陆老师误会了，因为这个罗修打伤了我的弟弟，身为兄长，我自然要来讨一个公道。炼体四重境，几天前他还是炼体二重，难道是厚积薄发，挖掘出了自身练武的天分？学生之间的争斗，按理说身为授课老师，我是不应该插手的，但是武殿的公正与公平却不允许任何人亵渎。你若要与罗修比武争斗，我不反对，三个月后的考核，罗修若能进入中级班，我便不会过问，但是现在你给我滚回去好好修炼。学徒之间的争斗，武殿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陆牧瑶分明是在偏袒这个混账。好，既然如此，就让你再苟活三个月。学徒之间的争斗，武殿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陆梦瑶分明是在偏袒这个混账。好，既然如此，就让你再苟活三个月。真羡慕呀，这罗修一鸣惊人，连陆老师都对他关注了起来。你羡慕啊？那你也揍张浩一顿呗。那我可不敢。方才多谢陆老师了。能够在关键时刻厚积薄发，说明你还是有些潜力的。好好修炼，争取通过三个月后的考核。陆老师的生命脉络，总感觉不是很对劲。七海境的武者远比炼体境武徒强大数倍，现在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还是赶紧去挑选功法，提升实力吧。武学秘籍种类繁多，但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功法、武技、身法。三者相辅相成，才是武者强大的基础。二品身法寸步，第一层只对我们开放二品武学，更高的功法至少也得我进入中级班之后才能获得。不过哪怕是二品，也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了。罗修。啊，刘雨欣。你的修为竟然已经炼体四重了。嗯。可你前几天明明还……柳姑娘，托你的福，我在和张浩的打斗里侥幸突破了而已。那天多谢你了，我本以为你没事，就先……不用谢，我还要回去修炼，告辞。罗修，别急呀，今年的考核就要到了，你有什么打算吗？自然是突破到五重境界，然后去中级班。可是罗修，你今年已经十六了吧？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是不是有点儿……这样吧，若是你没通过，没有好去处的话，可以到我们柳家，我安排你做一个护卫如何？柳家的护卫？若是以前的我，还真会好好考虑。但现在，我还在二重境就为你出头的时候，都不见你对我这么关心。多谢柳姑娘的好意了，不过此事就不劳你操心了。三个月后的考核，我必定会通过的。我没听错吧？就凭你，三个月就想达到炼体五重？刘雨欣，你难道不知道这个家伙可是出了名的习武废人吗？修炼这么多年，也才二重境。
仅仅是侥幸突破了，便在这里大放厥词。我认识你吗？你当然不认识我，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认识我的资格。我也奉劝你，最好搞清楚自己的身份，雨欣是不可能跟你这种废物有任何交集的。许飞，不要说了，罗修是帮过我的人，你别这样。罗修，如果你无法通过三个月后的考核，我可以给你写一封介绍信，你带着去柳家，会有人给你安排的。不用了，我还要回去修炼，告辞。给脸不要脸，要不是藏书哥不许动手，我今天非得教训他一顿不可。雨欣，这种贱民今后少理会。如今功法秘籍已经到手，但如果我能像那些世家弟子一样服用丹药，借助阵法，一个月的时间我最起码能够达到炼体六成的修为，但不管是丹药还是阵法都要一大笔钱，等我掌握完这三门功法，该去想办法搞点钱了。好多高手，八重九重的武徒一抓一大把，还有七海剑的武者。大哥，全是军人，打上了正好。你好，我想要申请成为炼药师。喂喂，这小子有没有搞错啊？他最多也就六重境的修为吧。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下有好戏看了。又一个武殿的学生啊，这群小崽子这是怎么了？这位小兄弟，炼药师可不是开玩笑的，必须通过考核我们才能给予你资格。考核什么时候开始？我要参加。小弟弟，炼药师考核的可不仅仅是修为，更重要的是实战能力。你要面对的可是一阶妖兽，不像野兽那么好对付，还是等你修为再高一点再来吧。哎，我这同学这么有自信，就让他参加呗，既然他要逞能，可别拦着他呀。你又是谁？记好了，老子叫赵亮，听说就是你小子惹了张少。七重剑看来是高级班的人，所以你也是张海的狗腿子，还真是见人就咬。你小子挺猖狂呀，听说上次张少打算教训你，后来还是陆老师出面给你解围，否则你早就被废了。这次可没人护着你了，有本事就和我一起参加炼药师考核，怎么样，敢吗？好啊，那赌点什么呢？这出身卑贱的穷小子顶多修炼的是二品武技，修为也比我低，不可能赢过我。料想你这穷小子也赌不起什么，不如这样，输的人给赢的人磕头认错，如何？好啊，那赌点什么呢？这出身卑贱的穷小子顶多修炼的是二品武技，修为也比我低，不可能赢过我。料想你这穷小子也赌不起什么，不如这样，输的人给赢的人磕头认错，如何？我接了。嘿，武殿的学生内斗起来了，这下有好戏看了。打起来，打起来！对对对，我们可都听见了，我们等着看好戏的啊！别走。好吧，那二位请随我来。炼药师考核，哪怕是最低级的资格，也至少要面对一只模拟的一阶妖兽。鸡头。这妖兽的实力可以媲美人类炼体五重的武徒，但实际战斗的话，哪怕是炼体六重，没有实战经验的武徒也远不是妖兽的对手。最后确认一次，你们确定要挑战吗？我要来两只。哦哟，不愧是武殿的学生，胆子真肥。他怕是不知道前两天有个七重的都被模拟妖兽咬成重伤了吧。哎，你们赌他能活多久？我猜啊，最多一盏茶的功夫。阵法开启后，你所遭遇的一切也都跟现实基本没什么区别，如果不想丧命就立刻喊停，只要三个呼吸内就可以从阵法中脱离出来。开始吧。
哦，这次的模拟是铁背妖狼。哼，这武殿的小子要吃苦头了，这玩意儿可不好对付，一身骨头硬得很。阵法模拟的妖兽可是几乎和真的没区别，都十分狡猾，前后被包夹，看他怎么办。有没有人压一把，赌他输还是赢？100两赌他输，200两银子，100我赌他赢。这妖兽没有生命脉络，看来没法取巧解决了。嚯，不错啊，这小子最少也是3品武技，怪不得敢打2只妖兽。辛苦的100两啊！这么高级的武器，恭喜你通过了考核，稍后我就为你去取烈药师徽章。小子，轮到你了，等着给我磕头认错。几只？我要挑战3只。3只？我没听错吧？年轻人真是意气用事啊！3只？他才6重劲吧？他要真能通过了，我王爷把脑袋扭下来给他当球踢。我押500两银子，他输。3只，我7重竟对付2只都勉强应对。小子，希望你还有命给我磕头。王武士，这是什么情况啊？那是龙虎拳吗？怎么有这么大威力？怎么可能？区区2品的龙虎拳，威力居然比我的3品罗光拳还大。这种身法莫非是吞步？而且他似乎已经将其修炼到了精通的地步。寸步，那个出了名难修炼的身法，这龙虎拳被他修炼的这般不凡，再加上寸步，莫非这小子是个练武奇才？不止，你们看，他明明有能力再次击灭，但却就是没有出手。他这是在借狼妖锻炼自己的武技。一级妖兽看来不过如此，也不枉我这半个月拼命的修炼武技。那差不多就到这里吧。腾龙阵，搞什么？这都能赢？给钱！这不可能！他明明才只有6重劲，怎么会？考核通过。赵亮师兄，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你现在是不是该磕头认错了？姓魔的小子，不要太过分。赵亮师兄，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你现在是不是该磕头认错了？姓魔的小子，不要太过分。比试可是你提出来的，莫非你要反悔？大家可都看着你呢。对对啊，赶紧磕头。可别赖账啊，我们可等你半天了。就是，赶紧的。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可别得寸进尺。是啊，罗兄，你既然已经赢了，何必还苦苦相逼呢？大家都是武殿的学生，低头不见抬头见，你真要让赵亮磕头认错，未免太过分了。输的人倘若是我，你们会放过我？现在立刻给我跪下磕头。真要和我撕破脸皮？你之前怎么没有考虑到这个？别说了，跪下磕头。废了你！什么？他居然躲开了腾龙式！跪下！赵亮，赵亮，你没事吧？男人就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洛修，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这是我第一次外出狩猎，希望不会空手而归。有动静。黑斑毒蛇，这玩意儿的毒囊和蛇胆也算不错的收获。
轮回珠能让我更轻松地发现周围的生命体，狩猎起来事半功倍。接下来几天就再次行动吧。这两天也赚了几万两银子，修为也达到了六重境，接下来要更加努力才行。这种境看上去可不是普通的妖兽。是铁尾妖骨。阿飞，大哥小心，小心。多谢小兄弟了，我叫袁大山，其他的先干掉这头虎妖再说。开山斧，这老虎式，老虎式，小兄弟厉害呀，不愧是二级巅峰妖兽，三爪都打在同一个位置才将他击毙，我还得继续修炼呢。有弓箭手，大哥，这小子才不过炼体六重。大哥，为了这只妖虎，阿飞都没了，我们把妖虎卖了的钱给阿飞家人送过去点吧。虎妖是我的战利品。哼，只是最后一击由你出手而已，若没有我们大哥在，就你这小小炼体六重能打得过这铁尾虎妖？王云，给我闭嘴，要不是这个小兄弟，我也不是那畜生的对手。小兄弟救了我一命，我袁大山没齿难忘，这虎妖任由小兄弟你处置，我们走。这袁大山人还不错，不像其他人。王云，收起你的小心思，那小兄弟实力不凡，恐怕来头不小，况且人还救了我一命，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大哥教训的是。王云和张魂两人呢？王云说去巡视一下周围，张魂跟着一起去了。糟糕，这俩混蛋肯定是去找那小兄弟了，要出大事。天色这么暗了，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过一夜吧。两位，这是什么意思？小子，别装傻，你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放下东西滚吧。要是我不留下呢？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想要我的东西，就凭你们两个忘恩负义的废物。想要我的东西，就凭你们两个忘恩负义的废物。小子，既然你不知好歹，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那不如加我一个如何？罗修啊罗修，看来你人缘真差啊，想对你动手的不止我一个。东西我不要，我只要罗修这小子的命。那自然是好，我也想看看你们武殿学生的本事。哼，看来着急送命的人又多了一个。动手。剑邪招吧。糟糕，为什么这小子六成修为速度却能这么快？王虎师，王云没了，我的剑术完全无用，对不住了王云。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罗修实力变强了这么多？你不要过来啊。两条人命，不过还没结束。太可怕了，为什么一个少年会这么厉害？难道真像大哥说的那样来历不凡？那岂不是结束了？已经出来几日了，回去再修炼一段时间，考核也快开始了，考核之后就是我和那张海的比斗了。
那水晶球就是测试修为的阵法装置了，灌注内气就可以根据水晶球的亮度来判定修为。给我一个一阶聚灵阵的阵法装置，靠着轮回主感上我的身体修炼速度倍增，我才能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突破到炼体七重。这不是罗修吗？他就是罗修啊，胆子可真不小。张海可是终极般的天才，听说前段时间闭关出来已经是炼体八重的修为了，要不是陆老师护着罗修，当时他早就被张海打成残废了吧。我听说张海都不准备参加考核去高级班了，就为了等罗修升入中级班，然后替自己弟弟报仇，狠狠教训他。安静，参加今年考核的人出列。哥，等罗修通过考核就是中级班的学生，到时候你再和他比，到武殿老师就没有阻拦的理由了。放心，你哥我这次放弃考核就是为了帮你报仇，给这个小子一点颜色瞧瞧。考核开始，第一个云童通过考核，考核失败，考核失败。下一个罗修，听说是初级班的一个平民学生，居然敢惹张家的子弟。罗修之前消失不见，估计怕得躲起来。等会儿测试出丑就好玩了。就算这小子侥幸突破到了中级班，张海还等着教训他呢。这炼体九重？不是炼体九重，是炼体七重。好精纯的内气，七重修为媲美九重，连我都差点犯错。这是假的吧？这家伙三个月前的修为比我还低好几重。罗修什么时候就七重修为了？还内气精纯媲美九重？难怪他不接受我的推荐。三个月从二重突破到七重，这样的天才怎么会愿意委身做下人呢？哼，炼体七重又如何？我今天照样废了你，让你知道大家族的子弟和你这样的平民废物有什么区别。下一个王长斌，考核失败，通过考核，考核结束。罗修，现在你我都是中级班的学生了，何敢上来一战？罗修，现在你我都是中级班的学生了，何敢上来一战？嘿嘿，让他出这么大风头，一个平民出身的穷小子而已。修为高有什么用？人张海修为更高，而且有家族提供更好的武器，而且还不知道罗修是不是用了什么特殊手段提升修为。就是。罗修，不要以为你炼体七重就可以和我相提并论，我会让你知道你和我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之前让你赔罪你不愿意，现在就算你跪地求饶我也不会放过你，今后你就在床上度过吧。你的意思是你要废了我？就你这种贱民，只要不出人命，武殿能拿我怎么样？既然如此，那就来吧。你小子别太张扬了。罗修的身法居然这么精妙，你难道已经小成？不对，张海碰都碰不到他，恐怕已经大成了。笑话，也就是会躲而已，敢不敢和张海正面交锋？混蛋，难道你只会躲吗？你这个胆小的贱民。这小子不躲了，山掌。不好，腾龙式。就这么点本事还想废了我？这不可能，我怎么会输给你这样一个贱民？我要灭了你！三分两力，他的内气难道真的可以媲美九重？你要做什么？当然是以牙还牙，做你想对我做的事情。
你敢？我父亲可是张家之主，你敢动我，你必不能好死。庄长老，你说这个罗修炼体七重修为，内力却媲美九重。是的，而且罗修三月前还只是炼体二重。平民出身却有这样的修为，难得的天才，可以着重培养。是。好狠毒的心肠，居然将孩儿的经脉全部震断，吾儿之仇不得不报。爹，你一定要为大哥做主啊。混账东西，这不都是你在五殿飞扬跋扈惹是生非搞出来的结果。来人，劈山断月掌，清风剑法，疾风剑法，柳月刀法，乾坤棒法，数量比一层的少了好多。三品武学果然珍贵，每一本都很诱人啊。不过我最需要的不是剑法类武技，而是内功。只有内功才是最根本的基础，等我达到炼体八重，便再有一次进入藏书阁寻取武学的机会。三品顶尖内功比我改良的一斤断骨功还要好，就他了。你确定要选取这门功法吗？你天赋不错，不过这门功法修炼难度极高，武殿到现在800年也只有三人修炼成功。你不要浪费这次选取武学的机会啊。多谢长老提点，不过就他了，我要练自然要练最好的。既然你坚持，尝试一下也好。800年只有三人修成，而我只需要半炷香时间。靠着这功法，加上大成的龙虎拳和寸步身法，气海境之下我都可以一战。如今我的实力更强大了，这深山大泽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危险。从猎妖行会的地图来看，黄色区域适合炼体八级以下，红色适合气海境带队，黑色区域即使是先天武士也得谨慎。这八旗山虽然是红色区域，但一级妖兽居多，深处有二级妖兽，只要我小心不过于深入就不会有事。这人是谁？眼神看着可不善。兄弟们，这小子就是我们这次的目标。兄弟们，这小子就是我们这次的目标。大哥，这小子什么来头？让城内的张家下这么大血本请我们出手。听说是把张家主的儿子给废了，不过这些事情跟咱们无关，只管做事拿钱。可是那小子是武殿的学生啊，如果事发了，那就把事情办好。只要你们不走漏风声，他一个炼体境都被盯上，还能翻天不成？谁也不会知道是我们干的，除非……大哥放心，道上的规矩我明白。弱点已经看清了。果然够硬，这里还不够。相比人类，野兽的狡猾果然还是有限的很呢，基本上都是凭借本能战斗。嗯，还是那几个人，从我入山开始就在附近徘徊了，看来的确是奔着我而来的。大哥，没看到那个小子。这小子能单独击杀黑甲狼，实力不弱，你们都小心一点。老山，你去收了这战利品，这小子必然跑不远，其他人和我分头去找，一旦发现
立刻发信号。是。听这人的意思，不是袁大山想要为他兄弟报仇，是有人雇佣他们来针对我，与我有仇还想置我于死地的，想必是张海和青云城张家的人吧。我可是武殿学生，这帮家伙可见都是亡命之徒了。就是他了，我把他问清楚。什么人？乃是你。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拿下袁大山，不能给他发信号的机会。好强的力量！你敢放出信号，你的小命就不保了。好快的身法！是谁让你们来追我的？小子，我就知道你藏在附近。糟了，是陷阱！云大山留下，只是当作诱饵。小雷，放开！青霄城跑得这么快，我虽然是气海境武者，但不擅长身法。分散开来，地毯式搜索，彼此保持距离，随时准备发信号。剩下五个人，只有陈虎是气海境，其他人都是炼体九重。或许我可以将他们各个击破。既然你们对我出手了，那我就不客气了。真是倒霉催的，一个炼体七重的小子怎么就这么难缠？怎么可能这么快？天下武学唯快不破，这句话果然没说错。还剩下四个人。可恶，居然这个时候下雨，踪迹也会被遮盖。炼体七重小子，弄了这么多事情还没找到，真是一群废物。这是陈平的引铁剑，已经干掉他了。不只是陈平，现在只剩下你了。小子，你很有胆量，不但不逃走，居然还来找我，真是活腻歪了。那就让我见识一下气海境武者的实力吧。那就如你所愿。不愧是气海境武者，力量是完全压制我。仗着一点身法就想和大幽我过招，正好省了我找你的功夫。我这杆凌风枪可是人间下品战兵。猛虎师，想以身换命，打错算盘了。人间下品的护甲，炼体七重想伤我？王氏，怎么了？这不可能！啊，我的护甲，我的气海护体，他凭什么？凭什么？终于解决最后一个了。凌风枪，这不是陈虎的武器吗？不好，被认出来了。客官你放心，刚刚是我失态了，我们不会出卖客官你的任何消息。类似的生意我们做过不少。这陈虎在八旗山也算颇有恶名了，手段狠辣，不留证据，别人都拿他没办法。没想到他也会折在山里，这也算是恶有恶报了吧。炼体八重，啊，不愧是三品顶尖内功，是纯阳功修炼效果一绝。用生命脉络图改良后，再加上聚灵阵、氧气丹、山林草木的生命精气，这就是生死两极器。我炼体八重后，修为变得更加浑厚精纯，加上这生死两极气，气海境之下内气无人能与我相比。不知道现在的我
与武殿高级班的那些精英比起来如何？废物，一群废物！他陈虎不是气海境武者吗？一个炼体境的臭小子都对付不了。家主，情报有误，陈虎直接丧命于八旗山内了。他的灵风枪在武器铺出售，尸体也被人在八旗山中找到了。这件事可有泄露风声？武殿那边这几日都没有动静，应该没有出问题。按照武殿规则，我到了炼体八重和七重时一样，可以选取一门三品武学。罗修的实力好像变得更强了，我甚至感受到了一股压迫。他不会已经炼体八重了吧？我以前只在那些八重武者身上感受过这种压迫。不可能吧？他一个月前才七重啊！这是先天境的武者。学生罗修，拜见长老。这位不单单是武殿的长老，还是之前在烈妖行会负责考核的那位老者。罗修，你跟我来。坐吧，我是武殿长老，之前也见过面。我听说你在藏书阁中选了纯阳功。是的，长老。我看你的修为已经八重，一个月内就再次突破，绝不单单是天赋好。看来你已经练成纯阳功了吧？好好好。能一个月练成，在整个青云城武殿没人能与你相比，即使在整个云龙郡你也能在学生中排进前十。两个月后的比武大典可有信心？我才初入八重，只怕还比不过高级班的那些师兄们。以你的天赋，武殿会着重培养，不过想要更好的功法和资源，就得凭你自己的实力争取了。一年一次的比武大典就是一次争取的机会，这两个月内寻取奔雷剑法修炼好了，在此之前先弄一把好剑。600元起始就买下了一把战柄，还不错，再去买些修炼用的丹药。掌柜的，可有冰灵丹？三品丹药只有阵法师行会才有，小店最多只有二品的丹药。对不住啊，姑娘。老师的身体好疼。洛修，带我离开。洛老师，我们去哪？去我住处。好。罗修，谢谢你了。洛老师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洛老师，你刚才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晕倒了？不出意外，我是熬不过今年了。冰灵丹已经消耗殆尽，我天生火阳血脉，每隔七天就会有烈火焚身之苦，从小靠着冰属性丹药压制，但这种压制越来越弱，如今丹药也用完了，而且就算有丹药，最多也就支撑两年。或许我有办法，罗老师，能让我帮你看看吗？你，我的病你治不好，不用麻烦了。罗老师，你别误会，我也略懂医术，你是心脉处有绝症是吧？你是如何知道的？我刚才虽然神志昏迷，但还是能确定他没用内气查探过我的身体。那他是怎么知道的？我刚才注意到一股炙热的气息从陆老师你的心脉处散发扩及全身，我想陆老师你肯定请过一些武道宗师或者名医看过，都没有用。既然如此，不如死马当活马医，让我试试。好吧，麻烦你了罗修，不过你不能对我动手动脚。老师，你在床上坐好。
动作一看就不专业，就算像他说的那样，不妨让他试试吧。陆老师，你心脉处基于一团炽热的火焰气息，奈何我修为太低，只能先试试了。我的阴阳冷气息在吸收陆老师心脉处的那道炽热气息，只要火焰力量被吸走，我就能摆脱火阳诀脉。可连我气海境武者都无法忍受，怕一个炼体学生又如何承受？我是不是该阻拦他？抱歉，老师，我吸收了你心脉处火焰之力的一部分，但我修为太低了，并未完全解决。不过，我多尝试几次就好了。真的？是真的。不过今天不行了，我修为太低了，刚才就是无法控制，让火焰力量外泄了。我去找人修缮一下房间，顺便再给你买件长袍。刚刚衣服虽然没有被烧毁，但还是有些破损。你先去偏房休息一下吧。陆老师真是人美心善，刚才吸收陆老师的火焰爆发给我带来感悟，那是阴阳大道的法则，火是生命之源，也是毁灭之源，浴火重生是生，焚天煮海是亡。炼体九重了，而且我还觉醒了火属性内力，内力的属性只有到了先天境才能觉醒的，但因为我吸收了陆老师体内的火焰，完成了对阴阳大道的感悟，还领悟了火焰的阴阳两面。不过看来再将体内火焰之力炼化完成前，没有办法再帮陆老师了。火阳诀脉对于陆老师来讲是绝症，对我来讲却是比吃丹药还要有帮助啊。陆老师，七天后我再来帮你治病。我才21岁，比你大不了多少。那我喊你陆姐、梦雅姐。随你喜欢就好，反正别叫陆老师。啊，我知道了。帮孟小姐治病让我突破到炼体九重，但我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还是得磨练提升实力，起码让奔雷剑法大成。谁？什么人胆敢冒犯青云张家？青甲卫？张家之主张少雄涉嫌谋杀武殿学生，青甲卫办事，无关者避开。韩队长，这无凭无据就闯入我张家府邸是什么意思？我奉庄长老命令而来，拿下张少雄，若有反抗格杀勿论。是。老实点。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必须让我这好哥哥坐实这罪名，而且无人可保。来人，派人假装我好哥哥的手下去抓了那罗修的父母。进入前十就有元气石和丹药的奖励，前五就能被长老收为弟子，前三还能得到武殿之主的指点，还能选一门四品武学的资格。哦，不知道今年第一会是谁呀？不拿第一也能跑前十嘛。对，这两个月我去孟瑶姐那边吸收了几次火焰之力，内力精纯到炼体九重巅峰了，而且还一直在八极山磨砺，将修改后的奔雷剑法修炼到大成。第一就看我有没有资格。这两个月我去孟瑶姐那边吸收了几次火焰之力，内力精纯到炼体九重巅峰了，而且还一直在八极山磨砺，将修改后的奔雷剑法修炼到大成。第一就看我有没有资格。哎，店主来了。哇，凌空飞渡，传说中的手段，这已经超越先天境界了吧？太厉害了吧！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的实力。肃静，吉时已到。记住，比武相称，刀剑无眼，但切不可伤人性命，否则取消资格，逐出武殿，监牢关押10年。比武采取抽签1对1淘汰，相同数字者上台比武。现在我宣布，比武大典开始。上，再上点。3号比武台，
98号上台比试。你就是前段时间将张海废掉的那个罗修。以为打败张海就不将我放在眼里。同样是炼体七重，不是我比你弱。滚！滚！啊！三号比武台，罗修胜。可恶！要不是他怎么狗屎运，我的飞刀就射中他了。大成身法，入微毫厘。再看看。第二轮比武开始。罗修胜。这小子也太狂妄了，就仗着自己身法好是吗？哼，等之后遇到高手，看他身法再好又有什么用。第三轮比武即将开始。二号比武台，98号罗修，对13号林杰。这罗修真倒霉，居然第三轮就遇到了林杰。起码罗修敢参加比试，而且已经赢了两轮。他不过是运气好，之前碰到的两个对手都比较弱。可恶的刘雨欣，嘲讽我不敢参加比试，你以后迟早嫁到我徐家，看我以后。哼，罗修你也给我等着。没想到罗修这么早就和林杰对上了呀。别小看罗修，他可没看起来这么简单。我也赞同店主的话，罗修能赢。难道这小子身上有我看不出来的秘密？你不是我的对手，不想受伤的话就自己下去吧。林杰，林杰，林杰，打败这个小子！林杰加油！让他知道我们高年级班不是张海可以比的。就是就是，这出见棺材不落泪了。这个小子是觉得我这一拳微不足道，还是他的身法真的如此神妙？看来罗修不简单。重影拳，高年级里很有潜力的高手，罗修这小子真是好强。二品寸步修炼到大成，身法入微毫厘，不错。不过林杰最强的是揽月枪法，就不知道罗修奔雷剑法修炼的怎么样了。哇，炼体九重！什么？这怎么可能？他两个月前才八重啊！更夸张的是，他五个月前才炼体二重啊！这修炼速度，在青云城的确堪称奇迹啊！不过，若是放在云龙郡，甚至整个逍遥门，也不是没有。老师，该公布结果了。罗修获胜。罗修真是不一般，罗修表现的实力稳入前五了吧？不知道和第四的赵启霜比起来如何？我觉得赵启霜更厉害，毕竟罗修的武学品阶不行。大胆之后，我必然进入高层的视线了，或许会被破例吸收进精英吧，有得到各种武学资源的待遇了吧。第三轮比试开始，选手准备上场。看，是罗修。看样子罗修18岁就有可能成为气海武者，参加外门弟子考核了。哼，你咋不吹他25岁成就先天，直接成为内门弟子呢？表哥，你一定要帮我报仇。这个罗修之前让我在刘雨欣面前出丑。罗修，他的拳法和身法的确不错，就是不知道他的剑法怎么样。比武大典开始到现在，背上的剑却没见他用过。他剑法肯定不行。表哥，你等会儿下手一定要狠一点。好说好说。表哥，你放心，等我当上家主，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好处。哼，等我身为气海境，就算不成为逍遥门外门弟子，也能加入秦家门。你徐家算什么？一个靠着嫡子身份吃药，花了大量资源才七重的费用。听说你修炼的是奔雷剑法，敢不敢把剑比划一下？不过在我七星刀法下，你是没有任何机会晋级到最后一轮的。你想让我出剑，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拔刀术，这样就能躲开了吗？已经断水。
啊，被躲过了。龙师，啊！哇，这罗修不但身法厉害，心性也着实过人呐。除非三品武学大成，否则还真奈何不了他。不可能，不可能！罗修胜。哎呀，这次的比武大典还真是精彩啊！这次大典又窜出一匹黑马呀！哼，比武大典最后一轮的决赛，希望你们三个别让我失望。决赛第一场，寒山对战许秋生，开始。哎。我认输。方宣主，罗修上场。三招之内必将你击败，那我倒要看看你如何三招击败我。那就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好快的速度，三品身法一心幻影，快有何用。你给我走。好一个罗修，二品武学被他修炼成堪比三品，这天赋简直就是妖孽。他修炼的真的是二品武学寸步吗？为什么我觉得风宣竹的三品身法不如他？大成剑法，两月学成。我认输。好一个罗修，五个月炼体二重到九重，练成三品顶尖纯阳功。两个月奔雷剑法，二品身法大成，足以睥睨气海境以下了。第三场，罗修，许秋生。罗修是吗？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比武大典，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而且我也很想领教你的枪法。比武开始。我走吧，我不会手下留情的。好厉害的枪法。不好，这家伙好浑厚的内劲，好强的内劲。罗修炼体九重，就算修炼四品内功也不该有如此强的内劲。看来他的纯阳功修成了。虽然可以靠内劲来压制气势，但我选择用许秋生的枪法来磨砺。无名冷光枪。他们全力激战了四十多回合了吧，俩人的内劲都好浑厚。这已经六十回合了吧。出手。你的内劲怎么比我还强？莫非你修炼的是纯阳功？是的，许师兄你的枪法很强，我也是靠纯阳功的内劲雄厚才能战胜师兄你。什么纯阳功？八百年只有三人练成的那门三品功法。此战罗修胜出，此次比武大典第一名罗修。罗修将成为整个青云城的风云人物，而且用不了太久，他一定会走出青云城，名动云龙郡，甚至整个天武国。学生罗修，拜见店主。罗修，你比武夺冠排名第一，这是你的奖励。这是你的第一个奖励，持此令牌，你可进入藏书阁第三层，所有四品武学任你修炼。居然是任选，那我内功、武技、身法都可以修炼四品的了。第二个奖励，二品凝气丹，可以让你在炼体九重巅峰时一举突破入气海境。这枚丹药起码价值一千块下品，有了它，我要突破气海至少能节省一年时日。别急，还有第三个奖励，这是二阶聚灵阵，提升你四倍修炼效率。多谢店主赏赐。别急，还有第三个奖励，这是二阶聚灵阵，提升你四倍修炼效率。多谢店主赏赐。
不必谢我，这是你努力所赢得的。还有一件事，带上来。他就是派人袭击你的张少雄，还想对你的家人出手，不过他已经做不到了。你竟然还想对我家人动手？罗修，我懂你的愤怒，不过有件事情我要提前和你说。店主请讲。张家有老祖在逍遥门做外门执事，而以你天赋必进逍遥门，但都得从外门弟子开始做起，所以那张家老祖必然会报仇。但就算我放了张少雄，他难道就会借我人情，不会对我的家人下手？店主，我不管对方什么背景，我都不会原谅想要伤害我家人的人。行，那拉出去吧。走。那以后你要小心了，在你加入逍遥门后，我青云无殿就无能为力了。多谢店主，我明白的，但我不怕。七天一次，但每次还是会觉得尴尬。我去换身衣服，等我火阳诀脉好了也该回去了。短短半年，他就突破到炼体九重，还练成了纯阳功。若是再搭配先天功，那先天纯阳功就是完整八品武学了，那时在逍遥门也能有一席之地了。梦瑶啊，大概还有两三次就能彻底治好你的火阳诀脉了。这么快？不是，我是说你这么确信吗？我的心这么乱，难道是因为治好后就不能再和罗修这样相处吗？我当然能确信。怎么了？你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吗？没有不舒服，大概是有点累了吧。那你好好休息，我最近几天就会闭关突破气海境界。那梦瑶，我先回去了。好。是时候突破气海了。重开丹田，突破第一步完成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气海。神奇的轮回珠，要不是他，我恐怕远没有今日修为。店主身边的老仆过来干嘛？罗公子，店主让您去武殿一趟。店主找我什么事情？回公子，新石城武殿店主带着一个天才少女来拜访青云城，已经有好几人败在他的手中。我明白了，看来虽然都是为逍遥门培养人才，但不同武殿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竞争。我作为青石城第一，的确有义务应对这种挑战。听说你们青云武殿出了一个修炼纯阳功的天才，不如我们来打一个赌吧。你想赌什么？不如就赌你三年前从我那儿赢走的蓝鲸手镯。太过分了，对着人连打，一次两次是偶然，这连续四次明显是故意的吧。赢就算了还羞辱别人，这是觉得我青云城无人吗？青云武殿没高手了吗？一群废物，连我一个小女子都打不过。小孩子不懂事，你不要生气呀。哼，小孩，17岁就成就气海境的小孩子是会有点傲气，也不知道罗修是不是这女孩的对手。哎，快看，罗修来了。是罗修。罗修，罗修是我青云武殿比武第一，一定可以。是啊，一定没问题。你就是青云武殿比武第一，不知道能否挡得住我一掌。气海无掌，难怪你这么嚣张。罗修，你可有把握应对这位新石城武殿的天才少女聂小蝶？她不久前刚成为气海境武者。哟，哇，罗修也突破了，不愧是我青云武殿的第一。罗修，罗修，刚刚你说要和我对赌，我答应了。聂小蝶赢了，我给你蓝鲸手镯。罗修赢了，我给你一瓶先天丹。
没想到青云城的废物中居然也能出你这样的一个气海无常。能让我出枪的人不多，罗修，你有这个资格，所以等会输了也可以自傲了。没想到青云城的废物中居然也能出你这样的一个气海无常。能让我出枪的人不多，罗修，你有这个资格，所以等会输了也可以自傲了。好快的速度，就这点实力也敢来青云撒野，你连让我出剑的资格都不配。罗修好样的。罗修不愧是我们青云武殿第一高手。你竟然敢蔑视我。龙虎拳。罗修的肉身竟能抗衡刀剑，好浑厚的真气。天之骄女还不认输。你这混蛋。好，多谢新石殿主你的先天丹了。罗兄，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总有一天我会击败你。罗兄，你这次维护了我青云武殿的颜面，真不错。这是我从新石殿主那儿迎来的蓝鲸手镯，归你了。别小看这手镯，这可是三阶阵法师炼制的，催动真气可形成防御护罩，先天七重以下无法打破。这么厉害。既然你已经到了气海境，那今年的逍遥门考核要不就让你代表我们武殿去吧，就在三个月后。今年不成功，明年还能再去吗？当然可以。那我参加。好，我也希望你一次成功，好好修炼，到时我会通知你。以我的实力也该离开这座城市，去往更广阔的天空了。罗秀，谢谢你。不用谢。其实我也从莫小姐这边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只不过我要离开青云了。罗秀，我要走了，离开青云城。孟瑶姐，你要离开？去哪儿？逍遥门。逍遥门？孟瑶姐，两个月后我就会去参加入门考核，到时候我也会去逍遥门，我们还会见面。这只手镯就算是我们暂时分别我送你的礼物吧。孟瑶姐，在逍遥门等我两个月。我会去找你的。他就是罗修，区区气海一重，师父让我们三人来，未免有些小题大做吧。小心点儿，别被武殿抓住把柄。放心吧，师兄，我们明白。羡慕殿主他们那样可以御风飞行了，不过我现在的实力，也可以去八旗山深处地带磨练自己了。不对，一个气海七重，两个五重。三位。为何一直跟着我？啊！没想到你居然能发现我们的踪迹。不过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没必要知道太多。算了，希望等会儿你们还能这么嚣张和嘴硬。走，放弃无谓的挣扎吧。好强的真气！这小子真的是气海一重吗？我的天啊！圆满经剑法，好小子，没想到你初入气海一重竟有这等实力，让你活着离开。此人修为气海七重，真气无边。小子，今天你必将留在这里。修炼武学最低也有五品半修炼大成，究竟会是谁派这样的高手来？狼啸月，惊雷九剑，既然掌握了真气属性，不过你修为太低了，还是会落入我手中。龙虎拳，还
擅长。不可能，击退了你，我反而受伤了。是谁让你？只要你保证饶我一命，我就告诉你。你没有资格跟我谈亲戚。是我师父让我师兄弟三人来的。我师父乃是逍遥门外门之士张吕梁，你不能对我做什么，不然逍遥门和我师父不会。张吕梁，逍遥门外门之士，等我来逍遥门找你。张宇，逍遥门外门执事，等我来逍遥门找你们回礼。两把人阶下品，一把中品，我是不是还得感谢那位张家老总给我送东西来？一身好教就有这把本事，恐怕是三级妖兽以上了。必须先离开这里。张宇良派了他的三个弟子出来，一直不回去，避而不回。到时候我加入逍遥门，恐怕会麻烦不少。不过为了梦瑶，明知山有虎，我也只能偏向虎山行了。只要我表现出色，被重点培养，我的身份地位就能凌驾在那张家老祖的万能执事之上。你小子，差点错过逍遥门今年的弟子考核。还好我有这三级妖兽黑云雕做坐骑，花了两天时间。现在也快赶到云龙郡城了。我在八旗山中修炼魔力，但遇到了袭击。三个逍遥门的弟子，为首的是气海七重，另外两个五重。肯定是张宇阳那个老东西。那三人应该是那老家伙的弟子。不过你这能活着出来，也实属不易呀。你这是气海二重了？身处绝境，侥幸突破。这倒也是。这里就是云龙郡城了，你跟我来。哦，青云殿主来了。他们来了，那个就是罗修吧？八百年里第四个修成纯阳功的，看来青云武殿运气不错。诸位，在下晚来一些，所幸不算迟到，还请麻烦把我的学生带去后院休息。啊，是。罗修，你跟着去，其他事情我帮你处理。你就是罗修，我可等你好久。我这是刚到就被人挑衅了？你很嚣张啊，练成纯阳功就把自己当高手了？这不袁飞山吗？怎么和新来的不对付呀？他不是喜欢聂小蝶吗？听说之前啊，聂小蝶就败给这人了。哦，那波美人一笑啊。开心开心。你想怎么样？你欺负了我小蝶妹妹，只要你给我跪着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这一次。你确定是我的对手？这是法旨，那就让小爷我将你打得跪地求饶了。见我的身法出众，贴身肉看你如何。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刚刚看清发生什么了吗？我是说，这云飞山气海二重，四品拳法大成，而罗修两个月前才突破到气海一重吗？小子，竟敢这样侮辱我！哇！啊，好快的速度！小蝶，我刚听说那个袁飞山想给你出头，结果被罗修打了一顿。要不是我让那个袁飞山去挑衅罗修，我要自己击败罗修。小蝶，你可真是红颜祸水啊！我一定会击败他的，看我一雪前耻。自从突破气海第一重，轮回珠便浮现出了阴阳法则图，只要将第一幅图参悟透彻，就能将轮回珠进一步完善。入门考核即将开始，请参与考核的学生跟随老师前往考核地点。逍遥门每年只收三人，但每年都会有这么多人前来考核。是啊，所以前来的高手不少，
除了武殿百里挑一的学生外，还有其他势力的天才。据说这次余山城王家有个天才回来，16岁就气海二重了，就不知道武殿挑选的学生实力如何。老夫外门执事张吕梁，负责这次入门考核。现在所有人按照次序排队进行考核。张吕梁，就是他派了三个弟子来青云城对付我。17岁，气海二重，6分。徐平，气海二重，16岁，9分。罗兄，气海三重，18岁，9分。什么？还有气海三重的？即便只是气海二重，那样小的年纪，天赋比我们强的可不止一点啊！青云武殿，我修。什么？还有气海三重的？即便只是气海二重，那样小的年纪，天赋比我们强的可不止一点啊！青云武殿，罗修。罗修出现在这里，岂不是意味着我那三个弟子已经失败了？青云殿主，明明是气海二重，却用手段激发出气海三重的真气，小小年纪不走正道，剥夺罗修考核资格。什么？剥夺考核资格？哼，我就说这小子用手段了，怎么可能气海三重？张吕梁，你不要太过分。我是外门执事，考核主考官，青云殿主是要质疑我的决断啊？你凭什么剥夺罗修的考试资格？老夫刚才说了，他用手段作弊，哗众取宠，就应该剥夺考核资格。你放屁！罗修练成了纯阳功，真气就是比同境界的人浑厚精纯，出现这样的事情再正常不过。什么？这小子修成了纯阳功？这不是出了名的难修炼吗？云龙郡这几百年也就几个炼成吧。哼，青云殿主，你说他练成了纯阳功，也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还需我亲自探查？什么？一个武者被探查经脉，那不是把自己性命交给别人掌控吗？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哼，老夫倒要看看你是否真的练成了纯阳功。老贼，以公报私仇！住手！我可以作证，罗修的确练成了纯阳功。小姐，萧家，这么大气场，孟瑶在逍遥门到底是什么身份？张执事，我给罗修作证，你没意见吧？这，小姐出面作证，属下自然不敢有意见。不过入门考核我作为主考官也要秉公处理。张执事的意思是本小姐的差手让你难做了？属下不敢。既然如此，本小姐就看看张执事你如何秉公处理。罗修练成纯阳功乃是事实，既然小姐给你作证，测试修为算你通过8分。小姐，这美女是谁啊？能让主考官都毕恭毕敬的？听说是外门门主的女儿。这罗修是怎么和对方认识的呀？开始第二项考核，武技考核，根据武技品级和境界来确定。四品身法大成，9分。不愧是天才徐平，四品身法大成。四品剑法圆满，这家伙总是出人意料。这小子对我的威胁越来越大了。是个好苗子，纯阳功练成，还四品武学圆满。门主，参见门主。父亲。
都不用拘礼，起来吧。接下来的入门考核就由我来亲自主持吧。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罗修？鬼府知道他和张吕梁张家的恩怨，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在这外门，我会保他无忧，安心休养就是。罗修，四品武学圆满，十分。外门之主身份多么高贵，这小子到底走了什么运气？今天是考核第二日，进入阵法考验意志力，时间越久，分数越高。听说这是逍遥门请三位四阶阵法大师刻印的阵文，价值无比昂贵。好逼真的东西啊！梦瑶啊，这个罗修天赋和意志都不错，居然可以扛过九重幻境，不知道这小子可不可以扛到最后。父亲可以拭目以待。竟然能撑过最后的意志冲击，气海二重就有堪比先天的意志，成长起来必然有一番成就。我这傻女儿也不知道遮掩一下。不过小子，你想配上我女儿，还要更优秀一些才行。此次考核过一重幻境就加一分，罗修满分。休息两个时辰，接下来开始最后一场考核，比武。获胜者可以获得失败者身上所有积分。没想到我运气这么好，居然先遇上了你。是高一城的曾坤，气海二重修为，还有四品炼体武学傍身，曾经击败过气海三重将。那罗修岂不是要输？曾坤修炼的铜头铁骨可是防御极强的，四品武学竟不是他一拳之敌。不是曾坤弱，是罗修太强了。他的出手速度太快了，后发制人，一招制胜啊。他拳法和身法都这么厉害，那他最强的剑法又该多强啊。梦瑶，你的眼光不错。父亲，你织女莫若父，爹会看不出你的心思啊。不过想配上我女儿，她得进内门才行。梦瑶，你给我留心，说你会在逍遥门等我，现在我来了。开始第二轮比试，积分靠后者可以挑选前者挑战，成功就可取代对方排名，最终前三者也能成为逍遥外门正式弟子。我选择挑战徐平，我要挑战王泰。我要挑战你。出手吧。太快了。四品身法圆满。我不会放弃的，下次我还会挑战你。排名后面的挑战都结束了，现在只剩下前三了。我放弃。也是，毕竟第三嘛。而且他擅长的身法，连排第二的王灿都不一定打得过，更别提罗修了。我要挑战你，罗修。王灿四品刀法大成，修炼的也是王家家传四品内功，应该可以逼迫罗修出剑了吧？而且王灿气海三重，内气浑厚，也不会比罗修差。罗修，几个月前我于深山历练时偶有奇遇，得到了这把人阶上品真刀，还得到了五品刀法和身法，我都已经小成，所以拿出你的全部实力来。五品武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好大的口气。等会儿刀剑无眼，
我奉劝你最好认输，不要自讨其辱。五品刀法，若如此，我怎么可能输？啊！刚刚发生了什么？罗修的剑好快，我刚刚完全没有看到他出剑，只听到声音。没想到王粲五品刀法都输了。不，怎么可能输？你是我的，谁也抢不走！我要干掉你！这家伙已经失去理智了，直接打就算了，没完没了！住手！这老家伙！哼！罗兄，张宇良，你好大的胆子！青云殿主，你此话什么意思？老夫只是为了避免两人受伤才将他们分开。启禀门主，罗修身上精魅多处被断，张宇良身为考官，公报私仇，还请门主明鉴，严罚此人。什么？罗修精脉被断？门主，罗修身上的伤势并非老夫出手所致，而是他和王粲交手受的伤。他一个气海二重，一招击败气海三重、修炼五品武学的王粲，肯定施展了伤身的禁术。放屁！年轻人求胜心切，想出名可以理解，但他咎由自取，凭什么赖在老夫身上？来人，黑衣护法，是将张吕良拿下。来人，黑衣护法，将张吕良拿下。是。门主，老夫冤枉啊！你当本门主眼瞎，还是觉得我这种炼神九重的修为是假的？押入水牢，严查后废除修为，穿琵琶骨。好歹毒的老东西，居然下暗手让我21处经脉断裂。若是一般武者找不到天才地宝，还真的废了。罗兄，你醒了，在张吕良被带走后你就昏迷了，已经快一天了。哦，罗修已经醒了。门主。父亲。考核已经结束了，你第一。现在你已经是逍遥外门的弟子了。这是胡髓丸。四品丹药能续上你断掉的经脉，等你伤好，我会派人来驱逐张吕良留在你体内的阴冷内气。多谢门主厚啊。你无需谢我，你治好了孟瑶的火阳诀脉，我作为父亲给你帮助是应该的。好了，孟瑶，你先跟我回去。陆门主似乎不想让我和孟瑶单独相处，他觉得一颗四品丹药就足够换恩情了吧。但我从未想过索取什么。罗修，听说你伤好了，我就找我爹请赵长老来帮你驱除寒劲了。小家伙，你天赋不错，但终究修炼时日尚短，老夫奉劝你一句，你别和孟瑶走得太近。长老的意思是我修为太低，实力太弱，对吗？是的，只有你有了足够的实力，才可以无惧门内的暗流。陆门主还让我给你带句话，等你成为外门第一，进入内门，你才勉强配得上他女儿。孟瑶，你说你在逍遥门等我，如今我来了。罗兄，你孟瑶，既然我来了，那一定会做出一番成就，拥有配得上你身份和地位的实力。张吕良，对不起，罗兄，并不是我父亲不惩戒张吕良，而是不知他何时与内门有了关系，有位内门长老亲自保下了他，所以他才安然无恙，并且还继续担任外门执事。我没有责怪门主的意思，张吕良屡次害我未果，定不会善罢甘休，但他居然有内门长老做靠山，内门地位超然，长老地位比外门门主还要高，唯有提升我自身的实力，气海三重境界，炼气丹效果还算不错，接下来就是修炼降低的五品武学了。罗修，
你看够没有？看够，我一辈子都看不够。就知道油嘴滑舌。对了，等会儿我和你一起去挑选奖励武学吧。哼，这乡下来的小子真不知道凭什么会被梦瑶小姐看上。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罗修他压力一定很大吧。这逍遥阁一共两层，一层是五品，二层是六品。七品只有进入内门成为核心弟子才能得到传承。你现在只能在一层挑选。若是以后你机缘巧合得到了其他传承，可以拿到逍遥阁来换取奖励。既然拿了极光剑诀和十方残影身法，就好好修炼，我等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火阳诀脉治好，不也能放心修行了。我准备去闭关段时间，本小姐可不能让你轻松赶上了。我们一起加油。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长老一月一次的授课就在今天，去听听吧。你就是今年入门考核第一的罗修。你就是今年入门考核第一的罗修。怎么，你找我有事？没什么事，只是专程来通知你，以后不要和陆小姐走得太近。别不识好歹，小子，不然在逍遥门有你好果子吃。我和梦瑶之间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们来管。小子，你很狂啊！别以为拿了什么入门考核第一就很了不起，区区气海二重，在外门里也就是最底层的垃圾而已。我倒觉得你这气海六重的修为也算不上什么东西。混账，信不信我随随便便就能出手废了你。江冬青，少废话，直接废了再说。云少放心，我这就动手。雷暴拳。很快的出手速度，他就是今年入门考核的罗修吧？名不虚传啊！这林金云带着江冬青过来找茬，不会是为了梦瑶小姐吧？给我站住！手湿了。这小子是妖孽吗？气海二重，竟然将气海七重的林金云打退了。但就算十几个三重也打不过七重啊。怎么，一个人不行，准备两个人一起上了？小子，弄残你。我明明没看到他动手啊。姓罗的，我绝对放不了你，给我等着。哦，你说了这么多废话，然后呢？你，我要向你发起决斗，我们生死抬剑。生死决斗？你确定要跟我去生死谈？你敢不敢？有何不敢？今年刚入门考核第一的弟子罗修要和林静云生死台上决斗了。听说林静云找茬被罗修打了脸面，要去生死台决斗了。听到你要和林静云决斗，我就破关出来了。你为什么要答应他？我知道你实力强，而且天赋异禀，但终究你修炼时间太短。不用担心，我自有分寸。你猜为什么张吕梁考核时要亲自动手？他曾派七海五重和七重的弟子来袭击我，但被我留在青云城回不来了。你的意思是，你能击败七海七重境的高手？我骗你干嘛？我又不是傻子，为什么要答应和林静云决斗？想要和你在一起，我要走的路可还长着呢。怎么，到时候上场了可别怕呀？笑话，我怕了的话还会来逍遥门吗？大庭广众的，你注意点。罗修，我要让你生不如死。刚刚张芷是偷偷赐给我两件宝物，让我务必干掉罗修。哼，不管这小子有多妖孽，我肯定不会输的。
年轻人就是性子急躁，受不得挑拨，以为有门主护着你就可高枕无忧了。老夫干掉你的办法多的是。时辰已到，外门弟子罗修、林惊云，生死决斗现在开始。这场生死决斗背后肯定有张吕梁这个老家伙在推波助澜。你招吧。罗修，那是残影。刚刚罗修那是什么身法啊？林惊云明明躲开了那一拳，为什么还是受伤了？他在气海三重啊。我刚刚居然觉得要命丧于此，此言如此，我只能用张执事给我的宝物了。罗修，今天你注定亡命于此。罗修，今天你注定亡命于此。这是残影还是分身？为何会如此之多？闪光剑！哈罗修，就算你挡住了我的法宝，也无所谓了。现在你也已经是强弩之末，注定败在我的手里。林惊云，你若敢动罗修，我必不会放过你。不用担心，有老夫罩着，姓陆的丫头奈何不了你。遗憾若是你不动手。林惊云，是。陆小姐，生死决斗由我负责公正，所有人都不得插手。张吕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背后做了什么，给我让开。身为外门执事，维护规则是我职责所在，还望陆小姐不要为难。你，小二，别闹。父亲，父亲，你快去救下罗修。身为外门门主，我不能破坏规矩。父亲，你，罗修，结束了。你怎么可能？什么？罗修，你还好吗？获胜者罗修。梦瑶，谢谢。我先送你回去疗伤吧。你在决斗台上险些丧命，我却袖手旁观，是否心里不舒服？怪我没有出手救你。门主只是按规矩做事，而且也不用担心，我治好梦瑶的火阳诀脉不是为了所求回报。不求回报？我看你现在追求的对我而言就是最难给予的东西了。门主，赵七元长老告诉我说，只要我成为外门第一人进入内门，你就不会阻拦我和梦瑶，可有此话？我是说过此话，不过现在情况特殊。小子，你先保证好自己吧。这是丹药和元气石，你先疗伤，然后好好休息。梦瑶，你先跟我来。情况特殊，张吕梁上次突然被绑架，该不会和内门有关吧？看来我的实力还是不够强。父亲，跟我来，爹会给你一个解释。梦瑶，你可记得之前惩罚区区一个外门执事的张吕梁，却只得内门长老插手，让我无法处置他。女儿不明白。掌门从九凤山脉归来，却身受重伤，如今时日不多了。掌门伤重垂危，那内门的那几位长老岂不是？我逍遥门能雄峻云龙郡，离不开掌门的武道修为镇压。现在消息封锁，
你万万不能泄露出去。而那几位内门长老之间开始明争暗斗，所以才说现在情况复杂。为父知是谁自不用说，不巧的是那张吕良投靠了狄斯谷狄长老的一派。难怪张吕良会被保下来，毕竟这个关键狄长老必须做出这个姿态。可父亲，这与我和罗修有什么关系？内门共九位长老，师尊他仅有两位内门长老支持，狄四谷也有两位，剩下三位内门长老是三兄弟，他们平时虽然中立，却偏向狄四谷。但最近孟瑶，你从小聪慧，大概已经猜到了，其中一位长老有个孙子在内门，叫做苟金川，深受三位长老喜爱呀。那位长老前几日找到了我，说他孙儿对你爱慕已久，若能，他就会去说服自己两个兄弟。啊，父亲，你是要将我当作交换权力的工具吗？孟瑶，你知道我从不会强求你去做什么。当初你火阳诀脉无法医治，唯有天雪山谷的冰心诀能与你一线生机，但他们却要你必须下架青云城。你不愿那也便罢了，但此次你师祖竞争失败，我们这一脉受到的打击是小，爹最怕的是他们趁机对你不利。我知道你与罗修那小子互有情愫，你们若是真心要在一起，爹会想办法安排你们离开雨农郡。爹，我再思考一下。梦瑶，不要怪我这样逼你。还好当时假装重伤，让林惊云放下警惕，没想到他储物戒指中还有三阶防护阵法的宝物。一个外门弟子哪来的这些宝物？肯定是张吕良这老东西在背后搞鬼，张家对我家人下手，没想到这老家伙手段也如此阴险狠辣。哼，以后走着瞧。张吕良如此嚣张，看来逍遥门特别是内门肯定发生了什么，才敢让他一个外门执事敢和外门门主对立而不受惩罚。单单天赋无法受人重视，最重要的还是实力。罗公子，有人给您送来东西，麻烦开下院门。罗公子，这是外面送进来的，让我转交给您。这是谁让你送来的？回罗公子，小的也不认识，就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身材微胖，左边额头有颗黑痣。姐姐出事了，该不会又是张家人对我家人出手吧？青云店主不知道怎么样了，他之前答应我会照顾我家人，我得回青云城问个明白。不行，青云城距离云龙郡城太远，就算用店主的黑凤雕都花了3天，还是去丽瑶会看看吧。这是我的徽章。这位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我想以最快的速度去青云城。先生，行会可以提供3种方式，一个是乘坐2级妖兽，大概5天；第二个是3级妖兽，需要3天，这二者都有安全保障，价格不等。那第三种呢？第三种方式是使用传送阵，但最低要求是2星狩猎者，且需要200块下品元气石。就这个。好的，先生，我马上给您安排。这就到青云城了。先生，请跟我来。又是张吕良那个老家伙吗？不好！说吧，谁让你们跟踪我？还有，你们在青云城做了什么？说吧，谁让你们跟踪我？还有，你们在青云城做了什么？是外门之士申高剑。果然是逍遥门弟子。
身高界作为万能之士，实力不比这吕凌弱，我暂时不是对手。而且对方肯定有布置，我得先探查清楚情况。店主，这三人尸首是在小巷中找到的，就在烈阳行会不远处，应该是罗修回来了。看来那小子是用烈妖行会的传送阵过来。你带一队轻甲卫去烈妖行会等着，看到罗修就直接动手吧。是。来人，将这三具尸体拖出去埋了。三个废物打不过一个刚入门的新弟子。美女，我要见庄南天长老。这位先生，请问您和庄长老是什么关系？我好代为通传。就说是晚辈罗修。庄长老有吩咐过，说罗修来了就直接带去见他。你和我来吧。外面来了一队轻甲卫，武殿的人来烈妖行会干嘛？听说最近青云武殿发生了一些事情。哎呀，反正烈妖行会内不允许打斗，别说轻甲卫了，武殿之主来了都不敢放肆。看来身高剑已经知道我来了，不过烈妖行会背后也不简单。我还以为轻甲卫会直接冲击烈妖行会内搜查。先生，就是这里了，你进去吧。见过店主和庄长老。罗修，你果然来了，我和店主正在等你。你小子麻烦大了，身高剑三天前带来了外门门主的手谕，直接从我手里夺走了店主的权利，还下令抓了你的父母和姐姐。外门门主的手谕？是的，我想不明白的就是这个，以那陆门主的权势何必这样对你，直接在逍遥外门处理你就行了。为什么要对付我的人会是你？陆梦瑶的父亲陆飞尘。罗修，我记得你和陆小姐不是。陆门主并不同意，之前还给我丹药让我离开梦瑶身边。唉，小子想请长老和店主出手，帮助小子救出家人。我是逍遥门的人，不能出手帮你对付逍遥门，我的家人都在云龙郡城。我虽然是武殿长老，却不是逍遥门的人，老夫这修为出手也没用啊。多谢店主之前帮我照顾家人，也多谢您没有直接把我抓回武殿。小子，我虽然帮不上你，但我知道有谁可以帮你。还请庄长老指点。我和店主因为武殿的原因不能出手，或者没这个实力，但是烈妖行会内有这样的人呢。烈妖行会内的强者可不少，就是花费可能。还请庄长老告诉我，我应该怎样才能请出烈妖行会的强者出手相助。我会将你的事情上报，看看有没有宗师愿意接下，他们接下任务就会提出相应的要求，只要你能满足，就可以获得他们的帮助。会长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他只要一门六品武学就愿意出手。我有六品武学，我愿意。小子，这不能哄骗，六品武学足够开创武道世家，代代传承了。看来你小子有一番机遇呀。只是当初在八旗山内遇到了一些事情，有了一些收获，两位前辈待我的恩情无以为报，这门功法就送给两位前辈了。这种情形下，两位前辈都没抓我去武殿邀功，还帮我想办法，对我已经是很大的恩情了。罗修，这前辈不用推辞，而且店主你卡在半步炼神很久了，有了六品武学肯定能成为炼身强者。好，那我这就帮你向会长大人回复。那我这就帮你向会长大人回复。见过会长。你们先出去吧。晚辈罗修，见过会长大人。老夫叶向斗，你的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老夫可以帮你从武殿救出你的亲人，但老夫要的东西你准备好了吗？六品中等内功青元功。
小家伙不用担心，我们承接这类任务就会信守信誉，拿了你的东西就会帮你办事。的确是六品功法，除了救出亲人，你还需要老夫做什么？不然除了任务相关，老夫一概不会出手。如果有人威胁到我等的性命，还希望前辈不吝出手相助。这个没问题。第二个，救出我的亲人后，还希望前辈能护送我们离开云龙郡。你自己可以传送阵离开，你的家人不行，但我可以答应你，在这青云城内我会以行会名义保护他们，不过你需要支付另外的报酬。保护你的亲人一年需要支付1000块下品元气石。好贵，相当于一件人阶中品战兵的价值了，但为了家人值得。我需要你保护我的亲人10年。想不到这小家伙这么有钱，不过不用担心，我不会见财起意。敬见过会长大人。罗修，你是张家的人？不错，我是张家家主张少海。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帮我干掉了我大哥，不然我也坐不上这家主之位。对了，除了表示感谢，还有件事告知于你。其实当初下令抓你父母姐姐的不是我大哥，而是我。是你干的？我既然能要张少雄的命，拿下你也是轻而易举。你告诉我这些，难道不怕我对你也出手？你都自身难保了，还在这儿大言不惭。小子，别以为躲在猎妖行会就可以安然无忧，我会派人把你父母姐姐带来，只要你不出来，我就让他们一个个倒在你面前。怎么不敢在这里动手？那好，我出去便是。哼，年轻人就是冲动，稍微激将一下就急冲冲地跑出去送命。请甲位听令，拿下罗修，若有反抗取他性命。小子，乖乖束手就擒吧。我是奉武殿之主的命令来的，你对我出手不会有好下场的。疼！张少跑不掉。这是罗修做的，20个轻甲卫竟不敌1回合。气海三重就有如此实力，可怕的天赋，为什么内门要将这样一个天才逼向绝路？难怪陆飞尘一定要对罗修出手了，既然成了敌人，这样的天才若是成长起来，必然后患无穷。哼，大胆罗修，还不束手就擒？让我束手就擒？别动啊！就凭你们吗？好小子，气海七重在你手中，居然没有丝毫反抗的机会。我其实不想动手的，毕竟以前青甲卫也帮过。罗修，站住！你看看这是谁？不想他们出事，就立刻束手就擒。前辈，还请你出手救下我的亲人。至于这些青甲卫，我自己来就好。好。什么人竟然干扰我们青甲卫行事？首领，那小子冲过来了。所有人都给我上。是你们逼我的，就要怪我了。小秀，姐姐没事了，爸妈你们安心就好。走吧，我护送你们离开。
前辈可是叶会长。正是老夫。叶会长乃是武道宗师，晚辈不敢冒犯，但还是想问一句，这罗修乃是我逍遥门要捉拿之人，叶会长可否将人交与我？你也知道我猎妖行会的悬赏任务吧？自然知道。既然知道，那你也就明白为什么老夫会在这里。你可以回去告诉陆飞尘，想要人就去找云龙郡的猎妖行会总分会。这小子不是普通人出身吗？居然能够请得起武道宗师强者出手。居然让这小子活下来了，还救出了他的家人。看罗修居然还能请出宗师强者。你先出去吧。是。难怪这小子能在这么短时间崛起，半年就从炼体二重到气海三重，他必然得到了非凡的机缘。早知如此，就在云龙郡城直接动手了。不过烈阳行会不可能一直庇护罗修，除非他离开云龙郡，不然绝不能让他活着。来人，请门主吩咐。小二，别怪我，只要师尊拿下掌门，我就有机会突破到武道王者。里面就是云龙郡我们烈阳行会的分部会长大人。天武国八州十三郡，一郡一个分部，能掌管一个郡，分部会长的实力肯定很强。而且烈阳行会分九级，青云城一级分会就有叶会长这样的炼神三重宗师坐镇，云龙郡分部是九级分会，不知道会长的实力会是。分部长。小子，你就是叶老口中那个气海三重，使得一手快剑能秒掉气海七重的小家伙？正是在下。18岁的气海三重，本以为你天赋也不算顶尖，不过想到你居然半年时间便从炼体二重到气海三重，后生可畏呀。小家伙别担心，我对你的机缘并不感兴趣。今天我让叶老带你来，是因为叶老向我推荐了你，觉得你有天赋也有机遇，而且也很努力。推荐我？我只是觉得你小子合我胃口，值得培养，才会向分部会长推荐。叶老向我推荐想吸纳你成为我们猎妖行会的内部成员。我只是觉得你小子合我胃口，值得培养，才会向分部会长推荐。叶老向我推荐想吸纳你成为我们猎妖行会的内部成员，按照天才等级可以暂定你为黄级下等。小家伙，你可是我坐镇云龙郡分部70年里第一个值得培养的天才，别让我失望啊。身内部成员天才等级都是如何划分的？我烈妖行会立足在这世界上，自然需要强者支撑，而这强者都是万里挑一的天才，一步一步磨练成长起来的。而烈妖行会的内部成员分两种，外招和自己培养。我就是外招，实力达标后申请，经过审核后就可以成为成员。自己培养就像你这样，还未成长起来就吸纳你成为内部成员培养你。那我成为烈阳行会内部成员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就是无条件庇护你的家人，然后因为你的评价等级是黄级下等，可以一次性获得当前修为的三门武学，现在是三门五品，也可以选择保留。小子，你应该不缺五六品武学，等你到先天七重可以选取七品武学。什么？居然可以得到七品武学？哎，这就是天才和外招的不同啊。天才比外招成员更受重视，不过每年都会对你判定，要是你不达标就会对你放弃培养。我同意加入。小子，既然你愿意加入我们，
那保护你家人的安全也是理所应当的，之前的酬金就不用了。万万不可。叶前辈，加入猎妖行会是我发布任务后的事情，事情不能这么计算，所以还是收着吧。那便随你。那我正式介绍一下自己，文千红，天武国云龙郡分部的会长。罗修见过分部会长。罗修，你应该也想知道为什么陆飞尘想要对你下手吧？之前陆门主让我和孟远保持距离，只是不同意我和他在一起的话，也不至于对我出手啊。前段时间逍遥门掌门在九凤山脉重伤归来，掐指算来恐怕再有半个月就要道消身陨了。老掌门陨落，自然会有人争夺新掌门之位，其中呼声最高的一个是狄思古，一个是孔清宇，而陆飞尘就是孔清宇的得意门生。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逍遥门内门长老中有三位是结义兄妹，其中苟弘毅有一孙子是陆飞尘之女的追求者，这下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所以就别冒险去找陆飞尘了，而且这是你的私事，行会不会直接插手的，只能提供这些情报给你。那我是否可以发布悬赏任务，请行会中的武王强者保护？这小子到底有多大的机遇，岂有这么丰厚的身价？这是价格表，你自己看吧。无论如何，我必须要见孟瑶一面。弟子见过师父。既然文会长出面，等会儿我们见一见也无妨。我刚刚已经回了文会长的信，只是没想到我小看了那个罗修，那小子居然能请文会长出面。先看看吧，等会儿镇法行会的盛华峰会长来了，我们就去酒楼见见你口中那个叫罗修的小子。先看看吧，等会儿镇法行会的盛华峰会长来了，我们就去酒楼见见你口中那个叫罗修的小子。既然你拿出了足够的报酬，那我陪你走一趟自然没问题，但还是以你为主，别指望我做什么。好，多谢文会长。你小子出身平凡，竟能拿出这些宝，这机缘真是让老夫我也忍不住羡慕了呀。能让你文会长出面，这小子莫非是你新招的天才成员？这似乎和你盛会长无关吧。这是我们云龙郡阵法行会分部会长盛华峰。我们阵法、炼丹、锻造、猎妖四大行会有规矩，不允许插手个人恩怨。文会长今天作何解释？哦，那你盛华峰盛会长今天又为什么坐在这里，怎么解释？我和孔长老关系不错，免得你以修为欺负人，所以过来看看。能请出武王四重的文会长，小子你身家不凡呢，看来得到了了不得的机遇。阴险的老东西，这是故意让人觉得我身上有宝物，传出去让别人对付我。前辈谬赞，只是运气好得到一位武王一重强者的传承。我之前运气好，在那八旗山深处遇到一个武王七重的强者，还是五阶锻造大师。别说这些，罗修委托我出面是有些事情想和陆小姐当面说清楚。
可能是这样的人。你简直就是畜生，将自己的女儿当……因为行会规矩，我不能插手其他势力的事务，所以今天也没帮上什么忙，你收回去吧。不用了，梅会长你出面，我自己找上门的话，现在都不知道被埋哪儿了。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不过也不白收你东西。这是一行换骨丹三品，你使用后10个时辰内可改变你的容貌，你便可混入逍遥外门中。多谢会长大人。果然，陆飞尘在孟瑶身边安排了人，防着我来找孟瑶。还好没有先天武师级别的。什么人？门主吩咐靠近小姐要确认身份。这陆飞尘还防着我变换容貌。我只是来拜访陆小姐。见小姐先让我们验过身份。这三品丹遇到先天武者就会被看穿，绝不能被擒住。哎，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你到底大胆在我逍遥门内动手，拿下他！罗修，快走！这是我父亲特意针对你做的陷阱。慕瑶，你跟我走。你父亲他……我已经听说我父亲对你做的事情了。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父亲会这么做。对不起。这和你没关系，而且我已经安顿好了我的父母和姐姐了。孟瑶，快和我离开逍遥门吧，你父亲想将你嫁给苟金川。我不能离开。罗兄你快走吧，我身上被我父亲偷偷下了禁制，无论我去哪里他都能追杀过来的。有人进犯我逍遥外门，快去保护陆小姐。九头门被残害了，抓住凶手。罗兄快走。等我，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凶徒在这儿。罗兄追！不能让这狂徒逃掉。是。只要出了逍遥外门，我就能迅速进入云龙郡城内的烈妖行会。大胆贼子！逍遥外门岂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张吕梁，小子，以为用了一星换骨丹我就认不出你了？既然陆门主解决不了你，那你注定要败在我手上。三番五次逃走，看他能躲多久。瑶儿，爹，之前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父亲你别解释了。来人。门主，门主，传令鱼龙18城5城盯紧烈妖行会，发现罗修立即上报。是。对不起了瑶儿，等我成为长老，成为掌门，我会补偿你的。这是元气石，这是身份令牌，我要在这儿修炼。修为，我的修为还不够。伤势恢复了，多谢会长帮助了。没有会长的一星化骨丹，我也混入不了外门，估计刚进去就会被发现，出不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这世道总归还是看实力的。你今后的路还很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拥有足够的修为，起码要到先天武师，
不然还会像今天这样无力。小子，加油吧。是。孟章，我会尽快突破，再来救你离开的。资质不代表一切。张吕良资质远不如我，但他修为超出我太多，所以即使武学境界不如，也可以靠着修为将我碾压。爹，罗修他……罗修逃进了烈妖行会，暂时没事了。爹，我答应你嫁给苟青川，你不要再针对他了，好不好？好，爹答应你不追究这件事，放过那小子。如今他已经彻底记恨上我，我放了他，他会放过我吗？可恶的烈妖行会！放过那小子，如今他已经彻底记恨上我，我放过他，他会放过我吗？可恶的烈妖行会！我已经气海七重，靠着武学境界和生死契，已能和张吕良一战。现在，我该去逍遥外门看看，找机会把孟瑶带出来。罗修，罗会长，你怎么在这里？是在等我出关吗？难道发生了什么？我也是刚得到消息。昨日逍遥门内发生突变，逍遥门掌门提前陨落，陆飞尘还未将女儿嫁给苟金川，掌门争夺就瞬间爆发了。洪青雨失败，陆飞尘重伤，陆梦瑶被困在外门中。传闻苟金川近日将强行娶陆梦瑶。什么？我只是闭关一个月，怎么这局势变化得如此之快？必须去救出梦瑶，若是惹出大麻烦，文会长，你可直接将我逐出烈阳行会。希望还来得及。梦瑶，罗修，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罗修，爹。罗修，我知道你心里恨我，我也不否认我曾做的事情，但是梦瑶她真的喜欢你，你带她离开逍遥门吧，替我好好照顾她。没问题。梦瑶，对不起了，为了突破王者境界和长老之位，我鬼迷心窍，以后要照顾好自己，跟着罗修，你也算有个归宿了。爹，别说了。这里有一枚雷武令牌，可以去斗海郡，加入雷武门寻求庇佑。罗修，陆门主放心，我会用我一生照顾好梦瑶的。爹，没想到你机关算尽，结果还是落到这样的下场。我恨你，但这和梦瑶无关，我会和你保证的一样照顾好她的。梦瑶，你爹已经走了，他走之前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的。我们也赶紧离开逍遥门吧。我想将父亲葬在城北外的山上，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去那儿玩。好，我陪你去。苟金川，两位想离开逍遥外门？梦瑶啊，我们之前虽然没来得及定下婚约，但是陆叔叔可是答应我爷爷要把你嫁给我呀，我怎么能这样让你离开呢？我得照顾你一辈子呀。原本只是以防万一，没想到你小子还真的送上门来了，真是天助我也。公子啊，要不要通知外门其他人和苟长老他们多派一些高手过来？此二人不过是气海五重和气海九重的修为，本公子身为先天武者，解决起来轻轻松松。还是说你在怀疑本公子的实力？属下不敢，公子先天一重修为，拿下他们两人自是轻而易举。
们几个去边上盯紧了，别让我的小娘子跑了。没了陆飞尘、陆梦瑶，你就是个贱婢。当初我追求你，你还一副高冷的样子，现在你注定是我的禁脔了。到时候我玩腻了，就把你赏给我的这些跟班们。没了陆飞尘、陆梦瑶，你就是个贱婢。当初我追求你，你还一副高冷的样子，现在你注定是我的禁脔了。到时候我玩腻了，就把你赏给我的这些跟班们。那就多谢公子了。陆小姐以前可是我们逍遥门的天之娇女，要不是公子啊，我们都没这艳福。陆青春，你这畜生，外门和内门不知道多少女弟子被你祸害。梦瑶，话不要这么说嘛，毕竟也是陆叔叔答应要把你许配给我，要不是昨日突变，再过几日我们就已经成婚了。梦瑶，我劝你不要反抗。梦瑶，我带你出去，等会儿你只管跟着我冲，别管其他，毕竟这里还是逍遥外门驻地。一群废物，这小子的确不凡，混账东西，这可是先天境界。不愧是先天武者，若不是我武学境界高，加上这一个月修为突破了两重，怕这一掌就重伤不起了。十方残影，这小子有怪，快去请其他内门高手。怎么可能，属性之力。罗兄，苟金川可是先天一重的武者，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回逍遥门后，我在青云城的深山里磨练，有了一番机遇。我也没想到将亡灵之气凝聚成火焰，威力居然这么大。算了，罗兄，我们快走。苟金川是苟长老宠爱的孙子，对他的身亡肯定有感应。我们必须立刻离开逍遥门，离开云龙郡城。的确，我们不能在云龙郡城久留。梦瑶，恐怕我们来不及将你父亲葬下了。我知道，等我修为大成，必定亲自为我父亲报仇。梦瑶，我们不能去烈妖行会，逍遥门肯定会去拦截我们。我们穿过关雷山脉去斗海郡。来人，去找出陆梦瑶的踪迹。长老，陆梦瑶不可能是一个人冲出去的，恐怕还有罗修那个崽子，他是烈妖行会的天才计划成员，我带人去行会拦截，防着这小子带着陆梦瑶通过传送阵离开。拿上我的令牌，除了云龙郡城，其他城市的烈妖行会也都给我盯住，告诉文清，我青孙之仇必须得报，让他三思而后行。是。陆梦瑶，罗修，我要拿你们的人头祭奠我乖孙。半个月时间过去了，逍遥门肯定也知道我们两人没去烈阳行会，在各地找我们踪迹了。我们赶紧进入关雷山脉吧，这条山脉纵贯三郡，里面有不少天才地宝和妖兽，可以铸造战兵、炼制宝物和丹药，所以前来冒险寻宝和隐修的强者不少。好强的威压，难道是逍遥门追来的高手？不是逍遥门的追兵，那是夜阳武王，散修中的强者，以前我跟随父亲见过他一次。关雷山脉不愧是宝山，高手强者云集，加上内部妖兽遍地，必定危机四伏。放心吧，虽然比不上你妖孽一般的进步速度，但我陆梦瑶也是门中的天才。罗修，我们走吧。我们不过才进关雷山脉没多深，就遭遇好几头三级妖兽了。这还是我用生死珠的生命感知能力提前避开了好几头四级妖兽的领地。梦瑶，有人来了。我们不过才进关雷山脉没多深，就遭遇好几头三级妖兽了。这还是我用生死珠的生命感知能力提前避开了好几头四级妖兽的领地。梦瑶，有人来了。在下张海飞，
这是我同伴田光友，苗菲菲。在下罗修，这是我同伴陆姑娘，不知三位有何事？罗兄弟，陆姑娘，我等三人贸然打扰，实际上是想请二位与我们组队，不知意下如何？我们发现一株火娘树，但旁边有一头堪比四级妖兽的青翼妖蛇。火娘树，青翼妖蛇。我之前有机缘得了一座武王宝库，但里面多是一些休闲丹药，而火阳树能炼制禁天丹，来突破先天境界，对我和孟瑶都有用。这火阳树如此稀缺，恐怕也不好拿到手，倒是这三人必定会动手。罗兄弟，你思考的如何？要知道火阳树非常珍贵，我不敢承担让这消息泄露的风险。好，我们答应组队。哈哈哈哈，好，有二位加入，我们获得火阳树的机会就更大了。等得手后，我一定不会亏待二位。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出发去对付那妖蛇。罗兄，这人绝口不提得手后如何分配，恐怕……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有准备。罗兄弟，陆姑娘，两位快点跟上，我怕时间久了被人先下手。张大哥准备怎么对付青翼妖蛇？要知道青翼妖蛇虽然是三级妖兽，但实力却足以媲美先天武者。不用担心，我邀请罗兄弟你们二人自然是有十足准备。我这有三级解毒丹，能克制妖蛇的毒物，我还是三级阵法师，只要让我布置好阵法，青翼妖蛇便不足为虑。哦，没想到张大哥居然还是阵法师，既然如此，为何还来邀请我二人？我要布置阵法，身边需要人警戒，而不管是田光友还是苗菲菲，他俩都不擅长身法，到时候还得麻烦罗兄弟你了。好，没问题。这是解毒丹，罗兄弟小心，我这就开始布下一座法阵，一座困阵，等你引青翼妖蛇过来。不出所料，这解毒丹有问题。罗兄，放心吧，我会没事的。陆姑娘放心，罗兄弟只是去引妖出洞，不会有危险的，我也会替他保护好你的。这三人果然不怀好意，罗兄你要小心啊。找到了，这青翼蛇妖果然在离火阳树最近的洞窟里。发现了，这蛇妖感知竟然如此敏锐，但我还有机会，可以尝试直接摘下这火阳果。十方残影，没想到这小子的身法这么快，而且胆子还这么大。不过他回不来了。需要更多的残影来吸引大蛇的注意力。十方残影，什么？竟然躲开了！这小子竟然真能逃出来！十方残影，什么？竟然躲开了！这小子竟然真能逃出来！别慌，他服下了解毒丹，就算逃回来了。哼，好了，做好我们的准备，妖蛇要来了。就是现在。成功了。不对，罗修还在里面，快将罗修放出来。闭嘴，你的小男友吃下了解毒丹，就算从那妖蛇口下逃脱也活不久了，不如跟着哥哥我，我会疼惜小美人你的。我相信罗兄。不
不知好歹的贱人。可恶，没想到这小娘子看着年纪不大，实力居然这么强。你来守住困阵，我要激发法阵，不然坚持不了太久。好，起阵。真是个难缠的家伙。什么？这不可能。不好，妖蛇脱阵而出，你们两个快来帮我。是毒物，快吞下解毒丸。那是怎么可能？无休那小子竟然没事，难道他没有服下解毒丹？少天当心。混蛋，看来只能用出法器了。菲菲，快跟我走。小天，菲菲，陆修一定要活下来。好厚的皮肉，解毒丹，可惜那群人在里面做了手脚，那就让你这蛇药尝尝它的滋味吧。神风阵法，就是现在。好狠的毒，三级妖兽都只能抵挡片刻就毒发身亡。罗霄，你没事吧？别担心，我没事。他们人呢？让我留下一个，另外两个在方才青翼妖蛇暴走时丢下他们同伴逃走了。霍阳谷，一切都是为了他，绝不能走漏消息，不然我们在关雷山脉的日子难以安宁了。而且算计我们的仇还没报。小天，飞哥还在后面，我们得回去。那小子气海五重，没出事算他命大，而且他摘到了火阳果，我们必须回去拿到手。伤势恢复的差不多了，该去找他们报仇了。不用找了，我们的账就在这儿算清。小天，他们把飞哥给交出火阳果，还有给我跪下，对着飞哥磕头哀悼。想要火阳果，不如你拿命来换。小子，别不识抬举，给我兄弟偿命。和他们废话什么，你们必须给飞哥偿命。什么？这小子真的靠自己的实力干掉了青翼妖蛇？逃，逃不掉的。混账，先追上我，给我乖乖困在这里吧。小子你很强，当我会把你手中有火阳果的消息传出去，你们就等着给关雷山脉的其他强者追捕吧。可惜你没这个机会了。是残影，我说了你逃不掉的。